您看，这一切都能离得开水吗？带个镜子印个针呢，很不方便啊。印针做一做呀，你不用带镜子印针啊。眼珠咕噜转一圈，小东西你个子小。曾获得法国小尔克罗斯大奖。在今天的晚会上，大家还将看到各种新颖奇幻的光线效果。舞台上的两台激光器将为大家在空中绘出绚丽的图案。今晚雅尔先生要为大家演奏的第一支曲子是《昼夜平分》。作品取材于地球上的春风和秋风这两个时节。在这个时候，白天与黑夜完全相等，它象征着光明与黑暗的对比，然而又紧密相连，不可分离。现在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请雅尔先生为我们演奏。请允许我向诸位介绍让米歇尔雅尔先生。你好。Broadcasting Company presents the incomparable Charlie Chan, detective, philosopher, modern Chinese sage in a new and exciting series. Join the famous detective every day at this time, Monday through Friday, as he combines the wisdom of the East and the science of the West in a thrilling and dramatic chapter from the adventures of Charlie Chan. 词象征着现代科学技术，歌象征着人类古老情感，乐曲表现了科学与艺术的交融。
米歇尔·雅尔赫夫人来我们访问。现在我们请我们的上海。